안녕，我是 Mira。 韓國的夏天已經到了，所以呢成日都會很想吃一些很清涼的東西，所以今天呢我就決定要來做這個雪巴。原來是比想象中簡單的，所以現在就要去買材料了。但是因為最近疫情關係，我們出街依然是要戴口罩的，所以現在戴口罩就出發了。揀什麼生果？橙啊，檸檬，芒果，菠蘿。其實懶的，我可以直接這些切好的菠蘿。西瓜好像很棒，是夏日的感覺。是咯，這個六千多，哇好重，我稍後回來買。好啦，我要吃 Q。 耶，咁最後咧就決定揀咗非常之清涼嘅西瓜啦，然之後我最中意食嘅 Q。 好，咁而家就嚟處理咗呢一個 Q 嘅部分。因為我上網見到好多整雪巴嘅時候，佢哋都要落大量嘅糖嘅，咁但係我又覺得唔想食到咁多糖，因為其實我本身我個人都唔係太中意食糖嘅關係啦，所以我就揀啲係本身西瓜同埋 Q 都係比較甜的水果，我覺得，所以我就加了兩個了。哇，勁香，福利。嗯，甜啊！哦，佢帶少少酸，哦，是我喜歡的那隻。好，接下來就是西瓜，好香啊！然後呢就要將這個西瓜起肉。我怕它很多核，有核很煩，好香啊！你要試一嚿仔啊？福利福利，哦，甜喎，我覺得 OK 喎。嗯真的可以不用落糖的，不用落糖。然後下一個步驟就是將西瓜打成汁，但我覺得西瓜需要留一些果肉，同不同意？同意。好，咁我就不加糖不加水，直接就要它 100% 的原味。直接倒過嚟，呢啲係咪要將佢整粒？然後一起雪，我覺得可以。好，然後現在就可以拿去雪了。哇，好危險，時間關係，我怕它凝固不到，所以我將它分開了兩個豆。這裡就不收，不要拍了。聽不聽我在撿櫃的聲音？是，這個在這裡。 No way！都是直接抌落去。見唔見到啲泡？你應該拎大啲嗰個。我忘記咗果肉嘅存在，而家佢塞住咗。但呢啲係果肉嚟嘅 ，OK。我純粹唔要啲泡啫。會好啲。好，然之後呢個就可以雪啦。係。好，經過了一個鐘，咁而家睇下得唔得啦？我哋要測試一下，好緊張，感覺誒味咯，你見唔見到？咦，但係佢果肉嚟喎，你拍得先啊？試下呢邊，係未得嘅，見唔見到？唉，擺翻落去雪先。啊，或者我咧將佢咁樣攪勻，然之後佢會再好容易啲凝固。其實整雪巴是有很多個方法啦，咁呢個我覺得算是都算係簡單版，但有些人咧就會直接將生果雪凍咗、雪冰咗佢先，然之後直接放落嗰個攪拌機度攪碎，我覺得好像都不錯呢。好，咁將橙嗰個都係咁樣去攪攪，然之後再等多一陣。咁我哋嘅雪巴咧，而家就喺雪柜入面啦。咁而家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一个我好中意一个夏季新嘅护肤品，就系肌研嘅雪巴冰感霜。咁韩国四季分明啦，夏天嘅高温咧真系唔好讲笑，如果体感温度都有去到差唔多40度啦，印象中。所以我嘅面霜咧，多数都拣啲 gel 型啦，或者一啲比较轻身嘅水感面霜。
但呢一種雪巴質嘅面霜咧就比較少見啲，用起嚟咧真係好舒服、好吸收，係真係好中意。日本透明質酸保濕專家既然咧，咁佢哋今年咧就係首創推出呢一個雪巴質感嘅護膚品，極致輕盈，好似雪巴咁樣好輕身、好易推，瞬間就可以俾皮膚吸收到。咁夏天咧成日都要出入一啲冷氣房嘛，咁肌膚嘅水分咧好容易隨住汗水揮發啦，或者俾冷氣抽乾。咁導致肌膚嘅水油失衡，形成內乾外油嘅惡性循環。咁而呢一個肌研雪巴冰暗霜咧，佢有黃金比例嘅保濕同埋控油修毛孔配方，我成個6月咧都係用佢啦，皮膚真係好乾爽，戴口罩出街咧都唔會覺得焗促，同埋控油效果係非常之好。咁呢一個雪巴冰暗霜咧真係好薄好輕身嘅，一搽開咧就即刻俾皮膚吸收，非常之清爽啦，係一啲都唔會覺得黐漏粒之餘咧，然後非常之清亮同埋有水潤感啦，就好似你將啲護膚品放落雪櫃之後搽上塊面咁樣。是非常之舒服，我觉得好啱啱夏天嚟消暑。咁里面有两大保湿成分，分别就是黄牌四种透明质酸、活性神经烯胺，以及两大有助控油修细毛孔的欧丁香和雪绒花精华。雪绒花是一种瑞士高山植物，是可以舒缓和平衡肌肤。咁既然咧系一个冇添加的品牌，咁可以减轻对肌肤造成的负担咯。敏感皮肤都一样可以用噶。好啦，隔咗一日之后咧，咁。就變成呢個樣啦。其實咧，途中咧，我有每隔幾個鐘就拎出嚟咁樣去整碎佢啦。咁如果大家係有勁嘅攪拌機嘅話咧，就可以將佢再攪勻，然之後再雪啦。好，然之後咧就可以將佢上碟啦。我咩不知？耶！好成功，呢個雪翻入去先。呢個就係橙啦。好，搞掂我的雪巴咧，大功告成。红色的就是西瓜啦，橙色呢个咧就是骨子。系啦，我觉得呢两个颜色是非常之夏日啦。我哋而家嚟试下啦。唔系啦，好心凉，非常之夏日咯，超级清爽。西瓜呢个系大成功嘅，但首先前提就系你要拣啱一个系非常之多汁而且系超甜嘅西瓜。好，呢、這个橙好靓啊！呢个应该系更加醒胃开胃。试下先，好正我呢个都，哇好清爽，完全100%天然。系咯，呢个制作嘅方法。好簡單咯，其實你就雪一日就 OK， 跟住大致不過你需要間唔時喺雪櫃拎出嚟，跟住等篤篤篤篤篤碎佢。係，我覺得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咯。尤其是而家香港咁熱嘅話，咁潮濕咁翳焗，食一個啲咁清涼嘅甜品，跟住因為卡路里係勁低啦，就係水果本身嘅熱量啫。咁但係西瓜嘅可能會有少少寒涼，所以可能多食冇咁好。如果追求健康嘅朋友，間唔時咧就可以咁樣整$50.50個西瓜，但係其實咧佢有好多果肉啦。其實我用唔曬咯，之後仲愛嚟打果汁咯。我估可能整四人份都可以半個西瓜。所以雪巴咧真係俾人一個非常之冰涼夏嘅感覺。所以啱啱一開頭同大家推介嘅呢一個雪巴冰感霜嘅話咧，大家真係可以試一下。俾大家睇下佢哋質地，其實真係好相似。其實係我整得比較冇咁細緻，如果我整得細緻啲嘅話咧，就會同呢個冰感霜會更加似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嘅清涼感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嘅。奶用咩又透心涼？佢清涼嘅感覺，我覺得夏天咧天氣咁翳焗嘅時候啦，如果你一起身咧就可以搽一個咁清涼嘅護膚品咧，其實成日心情都會好好。所以咧非常之推薦大家試下用呢一個肌研嘅雪巴冰感霜。